全台湾的冲浪俱乐部，只有黑尾鱼冲浪俱乐部才能成为台湾灯会的主灯。你看，黄金黑尾鱼，原先要解锁大鹏湾的哈 ，SUP 解锁大鹏湾，还要滑进去教堂。今天是礼拜天 ，BC。本来今天就要去教会啊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就去教会，好不好？待会出发了。哎，一样啊，做完礼拜吃吃点心，这个就是要那个，上帝就是给我们在地球美好的生活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他。哎，喝下午茶也不一定啊。今天要普哥阿伯的 SUP 武术课程，无敌风火轮。哎，小心不要扫到！哎，这个这三个不错，好不好？阿伯，等一下打给你看一下哦。这个就武术课程。新年快乐！哦，这个很，哦，这个小哥来看这边，耶！今年第一次滑哦，第二次，昨天是冲。OK， 那我们慢慢往海上教堂的部分哦。我这今天礼拜天去教堂哦，走。哎，阿伯在教堂泡咖啡等你们。阿伯要跟那个上帝聊聊天。哎呀，对，哎，他会笑一笑。全台湾好像没有几个滑 SUP 礼拜天去教会的哦。对啊，第一个，全等一下再一次就好了。耶，站起来！等一下会有浪，要小心哦。对。挑战成功了哦，等一下要去教会了哦。多么温馨的画面啊，包场了哈。